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建记的窗台。我是张小英，我觉得我要换个名字，应该是胡言乱语的窗台吧。哎呀，我昨天翻译，我发现我乱翻啊！我把 Demon 跟 Damon 我把它混淆啦，应该是恶魔呀，我一直把它弄成看成女士了。脑子有洞，难怪我就觉得怪怪的。算了，反正也没什么人看。那我们一样，今天先来玩个两关。冷冷的天，就是要玩那么热血的游戏。好了，简单对话我可以翻啦，名词就算了吧。哦，终于有人来了，来帮助我们。哼，我觉得你们看起来完全不是想这么干。啊，我是 Baron Dashforth。他说我会做我能做的。Dashforth，不过这还有其他人，什么东西？Dashforth Springsing Sister of Dan 那个，他说。你把他们带回到什么？到那个小屋里去，是不是？他说谁来？你不认识天才叫亨利啊？他说那个城堡已经空了好多年了。看呢，他说没有人住在里头。他说我不知道，翻跑翻，哎，睡吧，他的神器，然后就被石像鬼抓走了。他说，在这个地方，Question in the question。我会翻，但是我觉得我翻出来可能是错的，所以为了不要误导，还是不要翻了。不肯定，我就不讲哈。反正就是个恶魔，对这个词。他说对不起先生。他说算了，因为怕犯错，我还是不要讲。后面的是 Vega Venom，是跑路吗？Shrine。是喊叫吗？就是喊叫的逃跑吗？这个意思吗？喊他的，我们现在来跟这个可爱的石像鬼，石像神龙，不然就是夜行神龙，反正所有的石像鬼都很可爱，在漫画里都很可爱。夜行神龙怎么说也是很喜欢的漫画。好歹让我动啊！我去揍他们一顿。说救他，救他，大熊猫救他。他说你记得吗？他说这次我们要太晚了。他说不是这次，他说之前有好几次我们都太晚到了。他说不是这一次，他说我们一定要把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赢回来，这意思。他说希望啊，希望可以啦。
的头套还戴歪了，他还调整一下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的小伙伴只剩一只了，你的头套又戴歪了啦。哎呀，我只救到一个，可恶。有一个傻子吊钢丝卡树上了。他说：“这个村庄都烧起来了，哦，都是可以烧的。”多么帅气啊！我。帅的，哎、欸，我都开了大招，你才。讨厌，每次都这样。那个卡在树上的，没事。场务还在勾他。观众就喜欢看我这样子的英雄，一个人冲进敌营，杀进全场，帅气。哦，看我这开大招，依照惯例，开完大招就软掉。好好站一排让我揍吗？可恶！真让人生气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好可爱的萌萌的小朋友，他说放开那孩子。啊！就当着我面把人抓走了。那个孩子是可是唯一看起来跟群众演员长得一样的人啊，他是友情客串。我居然还再去碰一次那个火，头太大了，有点重。哎、欸，我给他一棍，然后我抓住他，让他载我走。我好帅，还不错，我觉得这一关还蛮快的。好，再来。这两关都表现得很棒。
都有四颗星。哇！干了！啊，这是艾梅克拉的，不知道是什么规范。他说我不认他们的名字，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鬼？他说，哦，这些鬼，这些魔鬼是从哈底来的，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他说 ，I'm fast, Mr. T.反正他们在干高的名字吧。说这两只是在 cosplay 狼人吗？但它是绿色的啊，真有点难理解。那我们就称它为植物人吧。那宠物在后面在干嘛？救那孩子，我们就是要冲进去这里的吧。他说我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真，这有没有用。他说没有时间跟你聊这位罗伊的，就是得冲，而且我们就是要一路直直的冲过去。不跟他玩那些虚的，我们就是要直面我们的人生。花一点时间让我把它组合成一句话，他是在讲说这些是在阻碍我们前进的道路，是意思吗？但是他们想让我们留在这里，真的意思吗？哎呀，我认真思考翻译的时候，我就不能好好打，所以我还是胡言乱语吧。他说我真不相信他这居然这种方法真的有用啊，先生。哎呦，出现了更奇葩的颜色，我们就叫他看起来怎么描述这个颜色呢？它有点像是被石油泡过以后的植物，沥青，沥青色植物。整个打飞走。
剑丢石头，下流。好的，光明正大，一决胜负呢？啊，不要了！怎么可以使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？哈哈，哎呀，呵呵呵呵。这里就是传说的，你走着走着发现周围的铠甲竟然会动。他说：“很棒的，发起来。”说很好的事。那我不管了，管他的，反正就是打就对了。我很痛，那是好痛的事。惯例开了大招就软掉，唉，没有达成我的目标，考试不及格。好像其实我们到城堡了，这是巨大石像鬼。他好像也会那个，也会跳。他跳，我们就要站起来。哎呀！啊！我的天哪，这招好痛啊！掌握住他跳的时间，哎，不行，这次应该也算有闪到，跳，哎，他跳的之前脚是不是会发光？跳，哎呀，都是那臭机器人害我不能跳，跳。使用复活术吗？哎呀，我觉得我们就有往后闪了。这次我跳得好。干掉他我就要死啊！完了，现在只有三颗星，我如果不能达到一个超棒的连击，
被摔出去了，赶快！完蛋完蛋完蛋！完蛋！只有三颗星星，不！可惜啊！他说你可以养一只石头当做宠物。吹牛他爹能怎么样？耶好啊，他说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谁在房间里面。好，这句话我应该是翻对的。你看只有三颗星，多沮丧，只有三颗星。我来看一下时间好了，我玩多久了。没有人在看啊，就跟你说这是我一个人在玩游戏，不会有人跟你打招呼的。不想再来一关，我说他说这个家具自己动了。他说那就是个什么鬼啊，他说你记得那个什么 Shepherd the Mason Congress 那个什么东西，他说他说有时候晚上我还会降了下戏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哈哈，并不是家具没有人拿他就动了，而是有人在后面扛着好吗？会揍的，多吉，我都不知道我打的是椅子还是竹牌。哦，我打的是人，不是椅子，也不是竹牌。哎呀！就行吧。啊 ！We like this。他说谁怎么样子？那是 ，and kid Kendia dear， 我知道这是错。什么？谁总是在半夜里面骚扰小孩？搞错了。他说谁是什么什么东西 ？Bug 或什么？哦，就是蝙蝠，啊，是吸血鬼是吧？吸血鬼。The first button serving the first piece of an inspiration is prune. Yes, prune. 啊，好多好巧，大家伙。他说你不要再写诗了。你爹神经病的诗，莫名其妙的文艺青年，快停下来吧！你爹莫名其妙的文艺青年。
太久脑子不清楚了，醒醒啦，你们这些脑洞分子！啊，刚刚一片大好，结果竟然就是你的错。卡上面 ，boss， 所以果然就是这些吸血鬼在闹事。这 boss 为何没血条？是看不起我喽？我们仍然保持了。开大招就软掉的，等下，他不是 boss 吗？你不是 boss， 你装的这么有架势是什么意思？吓唬我喽！这就是吓唬我喽！天花板上，哎呀，你个跳的你，让你跳。血浆包的都爆掉了。木有创意，就只会这几招。来，我们会不会又开大招就软掉？又软掉啦！啊！帅不过三秒。你们懂不懂？观众要看的是我耍帅。你这样就没有票，主角一直被打，观众不来啦。哎呀，这次真的是 boss 了啦！他说放开那个小孩，你这个恶魔，看那孩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萨布德米特黑人，他说这个好心的先生。他说：“你看这个好心的人，他到这里来，小家伙。”他说：“妈，哦妈，大西斯达斯，我可以给你恐怖的爱什么？”哎，他说：“我可以一直在这儿啊。”他说：“你要永远在这儿了。”他说我感觉不到我的敌人是不是你想跟这个小家伙的新兄弟们玩吗？他说我想要来 party 搞什么？他说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玩耍了。
有点多人，但没关系，人多对我来说也是很有利，至少我打空的几率就降低了，是吧？我开大招了，会不会软？最后的刷血条的经验了，等一下就要打 boss 了。哎呀，又被他从背后摸了一下。挺淡定的。呵呵，妆化得太白了。我都折过去了，哇，真是不行！啊，那个可以放心，来抓我啊！什么啊？把分数开分给多少？阿姆兄弟开什么什么东西？需要查字典，但很抱歉，手边现在没有字典。有字典，但是很抱歉，没有第三只手跟第四只手去按字典，所以很抱歉，不翻译。哎，遇到谁？四颗星，差强人意吧，差强人意吧。最后一关应该是打完。